林益雄以无限期的禁食行动呼吁用民主方式解决核四争议。4月27号，数万民众也再次上街表达反核诉求。面对废核声浪，执政党表示核四2号机停工，核四1号机不施工，只安检，会用公投决定核四是否运转。龙登生技公司预计在台南新化社场附近，居民忧心如果生产农药等化学产品，可能会为家乡带来污染。除了抗争发起反对行动，居民也持续推动社区营造，希望家乡保留最美好的一面。这芒芒果下得啊，有错芒下得啊，迄有迄空气污染嘛，啊，搁变个油味哦。哦，迄足毒的物件，农药就上毒的物件。签名一下，这种农药在新化社场，我毙掉！天哪！就有一种厉害，我打社场了，我的剑，我们新化后可能就变成空城，变成癌症村。签名一下，我们要一起反龙灯，签名耶稣，签名反龙灯。我们新化早期是那个教育集散地，早市其实就是我们很集中，到现在还是一样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就是他们还是一样都会在路采买。穿梭在新化市街，从外地回来2年多的苏婉婷从事社区工作。身为新化人，她深爱着这些淳朴的长民生活。热闹的生活感围绕着老街区，日治时期山区集货驿站的面容已经消失，时光凝结在街屋，故事藏在巷弄里。90多岁的老太太守着店面卖衣服，百年打铁店的老工匠因为身体不适不再生产，当老农民拿着镰刀来求助，他还是拿起锤子细心修复。啊，新华阁拢啊，暗时有工业有啥货啊，拢靠农咧生，靠下这些人咧下，靠农咧生活。凤梨、竹笋、地瓜是新化的3大特产，市场里卖的通常是当天清晨从田里采收的。哦，这是麻竹笋，麻竹啊，咱这的土壤就是所谓砂质壤土，上适合就是当种这个绿竹笋跟麻竹笋。玉昆山就是因为拢山坪地有一寡土质，有遮土质吼，较适合栽往来，栽起来往来咧食吼，伊个口感较含就无同。产地直送，最短的15里程，最新鲜的在地特产，集中在每天的早市。昔日的老街，现在依然是新化最热闹的街。想要把家乡的故事记下来，把新化的美好推广出去，苏婉婷时常到处拜访店家。最近她和伙伴正计划发展标章联盟，透过发行票券鼓励游客在新化多多停留，目前已经有许多店家加入了。她希望透过一个新的方式，可以带着整个老街的产业啊，还是甚至到整个生活啊，大家把它串联在一起，就是一个形成一个生活圈的核心这样子。他们来这里一家一家的邀请我们，我们是配合他们，对啊，也是蛮感动的啦。第一个，我可以把新化推出去之外，第二个，因为我本身是经营餐厅，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农舍的能见度能更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结合，有新人，再加上我们愿意的配合，就可以把新化推向
更光明面的一个地方。带领苏婉婷推动社造的许明阳来自台南永康，因为参与农村再生计划而来到新化，身为新化社造的火车头，他很珍惜新化的美好。我相信在全国的这个乡镇里面，很少找得到一个乡镇是可以从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街区，10分钟的距离呢，就可以到一个充满那个生态林相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台南的慢城。它是可以来这边好好的去体会、去享受，那样子的一个慢的步调。离老街不到10分钟的车程，有全台湾第一座水库虎头皮，以及林木蓊郁的中心林场，拉出新化的自然绿带。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生态的影响，带给人一种丰富的一种啊，在心理上的享受，在无形中自然的形成一个非常平和的大家一起在一块土地来生活。清新的环境、便利的生活、悠远的文化历史，让新化拥有角逐国际宜居城市的条件。这个居民心中的完美场域，却因为龙登生技公司的农药厂设厂计划，造成新化人的集体忧虑。新化因为早先的交通动线比较不利，所以大概30-40年前啊，这个所谓经济起飞的年代，有很多产业是没有进来新化。那如果要进驻国际宜居城市的话，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以前那种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的这些产业进来。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很质朴的人，他们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的一个抗争，所以呢，在他们去行走的路上，尤其是那样沉重的气氛，经过了田园，我会觉得好像老人家们都在为自己的田地准备，要为田这个绿油油的田园在送葬。恭请龙奔集团董事长罗昌根先生就位。四月初，龙登集团举行破土典礼，居民强烈抗议，因为在这之前，厂方只在2013年开过一次以英文表达的说明会，与会居民听不懂，不欢而散，之后却没有再进行沟通，破土之日狼狈收场。结果他们派出了一个经理，就跟我们做了一些简短的说明，然后请我们要相信他。然后呢，也承诺我们不动土，好，然后呢，但是呢，就让我们出去可以外面厂区用餐，回来之后，我们才真的发现说他们已经要准备要完成仪式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用群情激愤来形容，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生气，甚至把手上的这样一个午餐呢，就往他们的一个典礼的那个会场去丢。我绝对不相信这样一间农药厂呢，它不会造成任何的污染，而它设置的地点呢，就离老街区大概也只有3-4分钟的一个距离，到新化林场虎头皮也大概就是5-6分钟的一个距离，离统一花园别墅这样一个森林社区也大概只有4分钟的距离，在没有这样一个充分沟通的这样一个诚意的一个表现之下，那。我不相信说这样一个厂商怎么会去处置后续的一个污染，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交代。龙登新化厂位在新化区与关庙区的交界，台19甲道路旁，预定地已经围起，田地与房舍就在厂区旁的老农民非常担心。我伫你家，厝底下真红红看到迄个。你讲南风来，我厝就掉；北风来，我家就掉；西风去，我遐就掉。所以讲吼，即马做这吼，就是讲大家拢反对啦，搁在迄个危险啦，尤其下迄个太毒个啦。恁敢知伊要做啥？农药哩，要做农药哩。像阮这买来大药，阮就先去，阮树立先食。该当我食食来，当辛苦了，去管药用的，管这些用的，管迄落些无那危险呢？嘿啊，去捉捉嘛。
新厂预定地位在新化区山脚里，周围有许多农地，当地居民担忧药厂进驻，紧急成立自救会。伊这个科科委委的，内底安怎创？你敢知影？伊无用，你敢好到去哩？你要遐干做？无才调啦，并不是无所在问题啦，咱不是作恶性叫人生亏啦，对不对？你去工业不亏嘛？咱山下的人啊，你团结，外围的人员力量就会更大。伊这个农药厂的地点设伫个遐，空气那是透南方。透南方可能按咱山下里来嘛吼，你若透北方吹的按边头里去吼，你按地下水，伊若灌按地下水落，可能影响的就是规个周围拢有嘛吼。啊，要来参与这实习，大家签名来拜托者，来这一一来签名。人讲有钱出钱，啊有干出干，大家做伙来干拼。1950年代成立的龙登集团，名列全球第八大农药厂，总部位在香港，拥有多项植物保护剂的专利，主要生产基地在中国与台湾。由于位在永康工业区的厂房已经40多年，集团筹设新厂房，原先曾在永康工业区另买了1.3甲的土地，但规划中的新厂需要更大的腹地，于是集团买下了这片原为纺织工厂、面积6.8甲左右的丁种建筑用地，以及旁边的3甲农地，计划以10公顷的面积、25亿元的投资，打造兼具研发与制剂生产的先进厂区，并且配置实验田，提供800个就业机会，将采用半封闭连续循环的方式来生产植物保护剂。我们在植物保护剂上面，我们会用科学的验证方式告诉大家说这个植物保护剂是如何使用，哦，它使用的频率、使用的次数、使用的浓度是怎么样。因为透过这样子科学的方式去跟农友说明之后，让农友知道之后，其实所谓的植物保护剂，它会变成在使用之后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且甚至是可以在环境中自然的分解。另外一个叫做制剂调配厂，我们在新化这个厂，它其实很单纯，就是所谓的制剂调配厂。我们不做中间体跟所谓的原药合成体，我只是原体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添加剂之后，就直接所谓的包装了，包装出厂，它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制造过程中产生废水。龙登公司表示，新化厂不处理合成，依规定不需环评。未来产能满载是55000公吨，年度 COD 排放量507公斤，洗涤过程产生的废水将经过严密处理。废水处理中心，我们还经过所谓的酸碱性的化学性的分解，然后再所谓的生物性的分解，最后才回到一个叫做过筛，而且那个过筛基本上我们现在设定是用0.1μm的孔径大小去做一个过筛，然后再做一个第四个步骤是导入所谓的生态池。然后对于空气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所谓的厂房之间或者是所谓的实验室，我们会在屋顶的末端再加上2道的过滤，所有的所谓的气味哦都做到最有效的吸附之后，达到排放标准之后，我们才会做一个排放。龙登的永康厂内有一个 GLP 合格认证的实验室，每天生产的制剂都经过检验才能量产，实验室也负责研发工作。我们这个 GLP 实验室的话，它 GLP 就是优良实验室的意思，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呢，我们所有的操作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标准操作程序 SOP， 厂内有做的所有的半成品的话，我们都会去做它的一些规格检验跟理化性质。在永康厂区生产过程所散发的气味让附近居民满腹苦水。啊，改成即卖都新住好来吼，因那是抗议较真厉害啊，抗议啊，因来投诉啊。啊，当然伊药厂本身就几啊十年啊，对阮较早来啦。特别是有当时拢会闻臭味啊，吼，伊拢会种农药味啦，真歹闻。厂区附近土地已经变更为住宅区，
四十多年的老厂变得不受欢迎，集团计划迁厂。新化预定地已经取得厂房建造，尚未取得设厂许可。原来我们核准它的部分就是建造使用执照去盖这个轻污板哈。那盖完厂房之后，它生产的标的，基本上如果从它的申请上面来看，是不会有任何污染的情况。所以它在所谓的丁种建筑用地上，它也必须符合低污染的实业。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它等于是符合这个建筑用地上面的使用目的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你就不能盖。那我们只能做一个非常严格把关的工作。虽然荣登公司强调不做合成，没有爆炸风险，产程只有少量废水，但新化居民还是无法放心。台南已经有农地和工厂因为当邻居而遭受污染，还有化学厂发生过爆炸意外。环保署查到污染源超标10000多倍，位在麻豆的汇光化学公司一墙之隔就是农田。虽然台南市环保局调查污染局限在工厂内的土壤和地下水，但周遭文旦树大部分仰赖地下水源，农民还是担心会遭到污染。熊熊大火和黑烟从厂房上方不断冒出，消防人员拉起水线灌救。台南市新力美科技公司新化厂上午9点多发生火灾，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从疑似起火点的制毡厂延烧临近其他厂房，近6公顷的厂区瞬间陷入火海，原厂房内存放不少化学原料，让消防人员灭火相当。新力美科技有限公司，当时也他在设厂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要生产这个剧毒的农药，他们要护厂的时候，我们坚决在不可以让他们再护厂护工。为什么又要准许他的废料，他的种种的有毒的物质的话，它是祸害千年。冬天的话是吹北风，北风的话就是关庙地区仁德，包括这个归仁，他们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北风嘛。然后第二个说，当然扩及到有可能是旗山或更远的地方，到高雄县市去嘛。然后如果是夏天的南风的话，就整个新化镇到包括新市都是马上中奖的嘛。离龙的预定地2公里远，有一个2000多人的住宅区，社区里充满绿树与笑声，听到农药厂要来，居民也无法接受。毕竟当初希望住在新化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有一个清新的一个空气跟生活的环境品质。那这个工厂如果设下去，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因素。也许它引进它的带来的就业机会不会带来人口，反而是会把新化的迁出人口增加的话，那人口其实是流失的。目前，以台湾现行大部分在乡村设立这些工厂，其实政府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做好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所以你要推移居城市，可是又把一个疑似有高污染的产业放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这个矛盾，对，是政府应该要想办法看要怎么去解决。居民等不到厂商面对面沟通，重重疑虑累积在心头。4月18号，新化社区发展协会号召成立大木匠绿色环境阵线，在老街区武德殿前广场发起新化未曾有过的环境运动。男女老幼用双手沾取绿色颜料，把手印留在布幔上，也在联署区签名表达反对立场。天色越暗，居民情绪越激昂。我总信白，力量只要结集起来，龙灯就会滚出地都院。仿佛为了降火，4月18号当天下午，台南市政府临时宣布，由于未在期限内施工，龙灯公司的建造失效。那为什么今天的消息公布？好，我们还是要坚定我们的诉求跟立场，因为我们真的认为撤销建造
或者是它的建造过期，这个部分都不代表什么，它还是有机会再重新来做一个申请。今天没有你们在这边，我相信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通过了。美国的联碳公司呢，它在印度的贫民区设立了这个工厂，只是一个毒气外泄事件哦，在第一时间就死掉2000多人，第一个钟头，然后一个礼拜之内死了10000多人，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农业的农药的制造公司。那基本上这联合碳化公司呢，在它的公司名称里面看不出任何一个农药的名字。但是呢，它就是一个专门制造农药跟杀虫剂的公司，就如同农耕一样，你又上网打找农耕，它上面写什么？它是植物保护剂、植物营养剂的生化科技公司。它有没有农药啊？它没有写任何一个农药的字眼。把不好东西丢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环境不正义。像这样子，我们可以容忍吗？它就是农药，它会排废水。它就是有风险。新化大团结，新化大团结，龙灯不要来，龙灯不要来，新化大团结，新化大团结，龙灯不敢来，龙灯不敢来。隔天，同样的场地，不同的方式，居民持续抗议。它使用的这一些元素的东西都是具有高污染的东西。那这种农药，开玩笑，在最近大家都知道，世界报道为什么全球世界的蜜蜂减少了？这个很简单的，连一只小小的蜜蜂它都受不了。这个关庙的特产、新化的特产，都要让我们想吃一颗好的菠萝的权利都给剥夺了，我们肯定不能接受，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不能容许这种污染产业在我们的土地上去落根。静坐场地旁边的历史建筑武德殿，原本是日治时期警察练武的场所，在修复完成之后，由新化社区发展协会接手火化。大摩将就是以平埔族语来练，就是打麻杠。西拉雅的祖先呢，在说这是一个充满山林之美的一个地方。龙灯设厂事件让身兼大木匠绿色环境阵线总召的许明阳生活完全改变，但他对新化的历史维护与未来想象依旧坚持。连同武德殿的建筑本体跟外部空间，我们希望让人们充分去看到、去享受到新化人的生活。新化这边其实也有很多的文化资产，包括如果我刚刚介绍的武德殿，那以及170年的历史的苏家古厝等等，这些文化资产我们是协会目前呢是透过一个导览的方式去将它做一个串联。新化这一块土地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好的文化资产，它本身就有一个文创产业发展的潜力，那一些休闲观光的产业其实它本身就具备那样的条件，但是它是等待着被整合起来而已。势必呢，当我们有文化的一个场域跟自然资源场域串联起来，它就可以爆发那样一个休闲观光产业发展的机会。在龙灯预定地的另一侧，关庙区的皮头社区有另一群人也希望家乡更好。忙着替凤梨遮阳，许先生靠凤梨为生已经30多年，有机肥料都是他亲手制造。往来糖的，搁咱搁再加牛奶、乌糖的，因为咱自食起来搁来转往来，咱这个转落去，得食的口感就搁气味就搁要加，会较好食。想办法种出更好的凤梨，是他身为农民的骄傲。龙灯事件让他晚上睡不着。龙灯里，差不多离家差不多200公尺啦，离阮头前哦。
伊这要在遐做农业，应该爱去科学园做较有适合，因为伊伫买伫即个所在，虽然是伊新兴小型的工业区，因为对地方边仔下着影响足侪，含附近的里面啊影响足侪啦。也伊嘛无排有迄个要排水要排水嘛无大沟的所在啊，嘛无适合伫遐做啦。啊，所有的村民哦，所有的里面哦，像顶山甲遐、鼻仔头遮，所有的里面。准大家嘛拢反对啊！怕农药的还有野生动物。新化丘陵延伸到关庙，形成浅山环境，有些凹陷地积水形成皮塘，稳定的水源发展出丰富的生态。专长生态观光的庄梦宪老师，应皮头社区发展协会的邀请，引领当地人认识动物邻居。好，我们注意听哦，共德是刺蛙的声音，有听到？哦，啊，他就喜欢在这种我们那个地海拔或者是平地的那种水池啊、水沟里面住了，他喜欢静态的水域。哦，所以像这里还有算不错了。我在怕说再过几年可能连共德都没有，因为台湾的凤梨酥卖太好了。哎，这里以前来调查这边都是森林。啊，那一块一块，你看那山头都变那个了。数量，还有一只，等一下。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常能见到猛禽在天空盘旋。一处皮塘，一片小森林，在城市与山野之间交织热闹的小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哈，叫做喇油坤。那这边会出现的猛禽，包括松雀鹰、大冠鸠、凤头苍鹰，哦，这些其实在这边相当的稳定的。可是因为这几年的那个山区的小型工厂啦，啊，或者凤梨田啦，啊，或是一些原本的这个赤森林的消失，哈，的族群量其实慢慢在消失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后面有这么多共德，好，就是有些这样的山谷，如果刚好这边的集体农业大家都可以减量用药，或者是说以一个比较安全农业的角度去操作的话。其实还有机会跟自然共存。低海拔浅山常有令人惊奇的新发现，2009年才被学界发表的新纪录种水草无柄甜香草，目前只在嘉义、台南发现，而且皮头这一带的族群量还不少。它是不是很明显？大家可能平常都会觉得它是杂草类的，然后就是小小的，就很不容易被发现。对，然后很难得的是说我们。皮头这边的水，就是这个地方，啊，目前的水算是干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农药污染，所以这个植物有幸可以在这边生存。那这个其实是个很棒的生态指标，表示说我们这边的水源还算是干净，地下水还算干净，没有被污染这样。那希望说这附近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可以维持下来，包括因为有干净的水，就表示说还有其他干净的物种可以在这边生存。老鹰窟、蚂蚁穴，古老的地名透露环境讯息。然而关庙因为凤梨价格好，林地正快速消失，这是关庙少数还维持原始生态的地方。龙灯这个事件是一个中间的过程，一个突发事件。那我希望吸引更多人去关心，其实只要我们再关心一下我们的环境，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在这样的浅山生态系有太多的资源值得去珍惜。龙灯设厂在就离皮头大概一公里多而已吧。如果真的有影响污染的话，那其实是非常强烈的这样。那如果说它的空气污染没有处理好的话，皮头反而会比新化那边受灾会更严重这样，因为吹北风的时间会比吹南风更长这样。同样是回乡青年，许地维与开发赛跑，想办法留住自然。面对龙灯社场，皮头与新化相邻，同在一艘船上。在抗议的同时，这些有志青年都没有停下社区工作。其实我觉得回到这里，我自己非常清楚，当我们要去让这块土地更好，让这些人更好。我们要付出去的一些代价会很多。那如果让它成立了，我们这些2年多来的一些努力，好像一瞬间就是无有了。它如果可以成，就是
有成功的推上国际宜居城市的话，它的亮点应该会带给台湾其他蛮多正面的感受，对，会有更多的城市啊，会去想要营造这样子的氛围，然后大家的自主的那种认同感会比较强烈，会更有意识的去参与一些公众的议题行动，就是对，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块土地。根据工业局统计，截至2013年底，工业区土地未强化使用的面积有364.27公顷，相当于243座林口巨蛋。环保署资料，有5万公顷的农地因为和工厂当邻居，遭受重金属污染。当农村遇上农药厂，再一次凸显台湾农业与工业区位混杂的乱象。经济与环境的价值取舍，需要倾听在地人的心声，也需要更多理性的对话。